绝招！报告大王，嗯，什么事儿？报告大王，老头被我抓来了。哦、来得正好，快把他带上来。是，好，好。嗯，你这老家伙骨头倒挺硬啊！啊，老头，你这回倒是来得正巧，我这儿正有一场好戏要请你看呢。孩子，你糊涂了，怎么跟妖怪打得火热呀？啊？哦，乖孩子，你看看这老头，你认得他吗？从来没有见过。孩子，我是你爷爷。你胡说，这么害羞。妈妈，我是你的好宝贝。哦、真是个乖孩子。孩子，这个老头带了一帮蛮小子在这里捣乱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嗯，妈，这宝贝可神了，威力无穷，我用它来收拾这帮蛮小子，给爸爸妈妈出气。哦，太好了，好宝贝。报告大王，葫芦蛮小子打过来了。啊！不要慌，对，不要慌，看我来收拾他们的骨头。妖精，你死到临头还不还我爷爷，快还我弟弟，要不然我要喷火了，我要吐水了。呸！你们这帮野小子敢到这儿来胡闹，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。咦，弟弟，你怎么昏了头脑去帮两个妖精讲话？弟弟，你中邪了，怎么跟妖精混在一起？呸，你们才是妖精呢，我是妈妈的好宝贝，谁敢欺负我的爸爸妈妈，我就把他捏得粉碎。孩子，你中邪了，快醒醒吧。啊，你这老家伙再胡说八道，我就要你的好看。哎，哈哈哈哈，走！
孩子，你那宝贝疙瘩可真神，一下子就把这一对蛮小子给制服了。老头，这叫自相残杀，水火不容。老头，你都看见了吧？妈，你怎么了？这是隐身娃来捣乱，你赶快治他。弟弟，你快躲开，这小子六亲不认，你跟他硬拼要吃亏的。不要紧，我有这个，如意如意，按我心意，快快显灵，快快显灵。你可真行啊！可是你连兄弟的情分都不顾了，你们兄弟可是一个根上生，一条藤上长的呀。嗯，孩子，你昏头了。妈妈，我心痛难受，这老头好面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你别说梦话了。对呀，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呀！我，快收！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